口，话都说不出来。哎呀，30亩，什么鱼？大概金鱼。金鱼。金鱼。海底道差不多1米3米，但是湿度好多的地方，5米4米上来。海底道一点点上来，如果小鱼大鱼再大鱼的时候，很棒很棒，但是还没，嘣！如果是，上来，喂。努力，腰痛，可以吗 ？OK。哦，这里比较好，过子慢慢，低一点。下来，水深120米。站！这个不是一般的力量。哇！唉，摇不到了吧？中吗？有吗？有！一等，这里，一等等，下面比较好，下面比较好，一等等左边，加油！哇，两个人很多，马上加油！一起动！好了，跑了吗？好了！哈哈，大马，好重啊！哇！好棒！哇！耶！马上厉害！高体师。分布于印度洋北部沿岸、红海至太平洋中部、夏威夷群岛以及中国沿海等。高体狮为暖水海洋鱼类，体长可达1米，幼鱼体侧具5至7条暗色横带，头部背面具有8字形暗带，尾鳍深叉形。一样的鱼种。一样的鱼，我的妈呀！再，没问题。广东钓手周民由于不熟练使用电动卷线器，导致跑鱼。但是从水下摄像机我们可以看到，周民所钓到的也是一条高体狮。加油！一点点左边，还有左边。OK。如果不做不了的时候，黄冈有黄冈线。不是黄冈线，这个电动接线的线。加油！慢慢哟。来！我跑了，我跑了。好了，跑了。你为什么刚子上下去？有海底附近很危险。是多的，当心。所以，但是上来的时候，大概现在水深120米，60米，大概没问题。所以慢慢。哦，不用力。刚才我就是自己去关它，松了一下，它就跑了。是，大概。我这个手不松，它就跑不掉。没问题，你两条重鱼很有力。两条都跑，没问题。继续，我已经两条黑油突破，干，啪，出来300米的 B 线，出来，停 ，OK， 终于，干，突破2只，咳，所以没关系。Oh, yeah.
问题。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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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 OK， 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你胆子太大。加油！周明大师。哎呀，好痛！哦，你好吗？雷轰吗？雷轰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吉米，吉米。三十米，不要跑掉。哦，大朵，大朵，大朵上来。一点点，慢慢，慢慢，不要力，不要力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有一点辛苦，加油，加油。来了 ，OK， 不要，不，果子危险，好了，果子危险。哎，恭喜恭喜，厉害厉害，哦，厉害。小班王，好重！哇哈，大头，大头，我敢鱼啊！这个垂钓的本身来说呢，它又介于这种狩猎的一些传承嘛。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本身就是一个享受快乐的一个过程。那么当然前提是我们在不索取那个渔获的基础下，我觉得这个过程和鱼能够有力量的这种抗衡的过程，其实就是全身心的那种享受的过程，那么也就是收获快乐最，最巅峰、最顶级的那样的一个过程。钓到那个大鱼以后，那么它有一个力量呢，往下去拽的一个力量。那你往上，其实不是说你往上往去拽它的力量，可能就是当时为了保持那种力量的一个平衡，那么保持住平衡的那样一个状态，让它别跑，让它别断线，啊，那么别输给它，就慢慢的把它能够让它出水就可以了。当然我把它钓上来，最后再把它放游回去，我觉得那个心态确实也是，很享受的过程，很高兴、很开心的一个过程。大来呗！好了。OK， 八子，八子来了，这个这个，这样。哇哇！一点点，姐妹。其实呢，这个在海上钓鱼，其实和淡水钓呢相似的地方太多了，包括你用的线捕。只不过淡水钓呢，你用的线捕相对的要精细一些，因为你所钓的鱼的个体有限。那么海钓来说，你相对的钓的鱼的个体要大，那么你用的线捕装备都要更粗犷一些。那么再有呢，就是从选钓点、从看气候上来说，也是比较接近的。我们淡水钓呢，可能要看到天气的情况。择日出行，就是选择好的这个时机去出行去垂钓，那么要准备好的饵料，这样去垂钓。当然呢，还要选择好的钓点位置去垂钓。那么海钓呢，也是比较相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那么我们出行之前要准备饵料，那么有虾类的，也包括了沙蚕类的，还有小鱼类，要钓一些饵料。那么根据钓多大的鱼，备不同的饵料。那么当然呢，也要看天气，看潮汐。那么今天是什么样的风，什么样的潮汐啊，涨潮、退潮。还有呢，就包括钓点，那么在水中的障碍物的礁石，那么迎着这个洋流的钓点有没有鱼，或者洋流的背面，就是石头的背面有没有鱼，选择钓点上也是很关键。那么其实说起来说钓鱼呢有很多共同点，那么最后我觉得最终的共同点就是收获快乐，都是相似的，都是一样。日本是这个有红缸，但是这个大的红缸3年5年钓不到，运气来钓到。为什么四海钓鱼？为什么大面钓到？大面的运气 OK， 还有高手行好，加油加油！哇，都说不出来！哎呀，30亩！什么鱼？大概金鱼。金鱼。金鱼。有看得到，啊，不是藻鱼，藻鱼吗？藻鱼来了，哇，来了，红缸 ，OK OK， 停一点，停一点，停一点，不是，不是红缸，啊，红缸，红缸，一样吗？一样一样，sashimi OK， 哦，耶，呀，哎 OK， これは sashimi。
这一条比刚才那条起码小了三倍。这个我们钓的红杆不一样的位置，这个一个脏的，脏，我们叫干八旗。干八旗的八旗的意思八了，八八八字是字的八，八字的八字一毫，八字，干八字，八，一二三四七八，所以干八旗我们叫干八旗，但是我这个有不一样的一种，这个违章干八旗。周明钓的这条狮鱼叫长鳍高体狮，它和高体狮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背鳍略长，而它的头部有八字形的纹路。姑也叫他八字高体师。那茉莉茉莉麻烦你。OK。这个。沙西米。沙西米。OK。狮鱼是比较常见的，被用来做生鱼片的食材之一。刚刚钓上的这条长鳍高体师再新鲜不过，所以大家想尝尝这种来自海洋的美味。宝强似乎又中鱼了。说中就中啊！还有100米。90多米，哇哇！大家加油！哇哇！还有50多米，50米。中鱼的那个时候，它会烫一下。哇！我已经看到它了。哇！加油！最后一条高体狮被拉上船，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。高桥哲也的好朋友魔力先生正在为大家准备美味。我们第一次海钓专钓。大成功的，成功！耶、yeah, hey, ！ Hey. 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鱼，好玩吗？好玩。OK， 那明天再见。Yeah.